美国慈济德州分会的16位志工来到常年推动幸福校园计划的兰蒂斯小学举办餐会，不过对象不是学生。Fried rice has chicken? No, no, vegetable. This is no meat. Yeah, no meat. 感谢老师的辛劳，志工准备了美味的中华料理相待。突然间，一群学生来到餐会现场。孩子捐出身上的零钱，响应慈济的竹筒岁月，以小钱行大善，也让在场的师长与志工感到无比骄傲。台视新闻梁明婵、郑惠美、邵丽娟，美国报道。